厝边老秀梅师姐，伊阵甲阮师姐也真熟。啊，阮师姐讲，啊，无咱也来教，讲对方。真啊，其实阮嘛善事方面多多少少有在付出啦。我应该觉得慈济这个团体，它应该是很诚正的，有在为社会付出。所以我跟师姐说，那就好啊，我们一起来参加慈济这样。参加这个一路行来，我感觉心境中嘛真大的转变。咱上人讲的爱知足、感恩、善解、包容，然后四神汤嘛吼。我感觉这囡仔好好啊，甲利用人生生活上种种，会觉得很快乐。为他人付出过得应该会很自在，会很快乐。就任何一项勤务，你出来参与以后，你好好去体会的话，应该都有收获，对自己有成长。上人讲的，每个人都是一部经，你可以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学习到很多。你要多参与的话，就会有很多感动。静思语，我感觉很受用，自己也感触很深的，就是人生无常，行善行孝不能等。像我这次去花莲参加义德爸爸，回程身体觉得很不舒服。急诊以后，医生马上把我送到加护病房。这段时间，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人生无常。所以这次事情以后，我就要赶快付出，不然真的是你要付出的时候，身体好好没有付出的时候，到时候可能也时间也来不及了。所以我们爱尽量把握姻缘。